我们是来旅游的，不能连酒店都没出去过吧？好，你走，我带你出去玩。但是我现在要翻白头了。今天的行程安排，谁应听谁的？没问题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赢了，走。哦。好了，要去平原寺的。你临时反悔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想去，你可以不用去。不是今天的那个景跟今天的很像。好好好，你想去我陪你去。不用你委屈自己，我自己可以去。不是说了陪你去吗？不用。谁跟着我是小狗？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家里的姑奶奶丢了，还不让跟着，我只能在这儿坐着。当我确定有这么一个人会在吵架之后留在原地等我，我开始对余生的旅行充满期待。